哇塞！哦，太热了啦，老师。啊，这种天气还要露营，怎么办来？这不是人过的日子，这个还录什么影了？这个，哎，我来看一下今天温度五度，38，快接近40度了。那快点降温度吧，快点，受不了啦，快点让它降个温度。而且我们为了催眠自己，今天很凉，我们特别做了比较凉爽的打扮。真的假的啦？草帽哦，还有呢？还有扇子、扇子、水枪，对，那种夏威夷的风。哇塞，这样有帮助吗？可是我觉得今天真的是没有什么帮助。那怎么办呢？我跟你讲，你顶多一直带我去百货公司吹免费冷气啊。哎，我跟你讲，百货公司都花钱，我今天带。或是为了吃一碗冰到冰店待5个小时啊？你这次到底还能干什么呢？没有，我跟你讲，今天是一个超赞的消暑计划。真的假的啦？真的。那怎么样呢？怎么样吃冰棒啊？怎么样？我不是，我跟你讲，进去那个地方一定要穿大衣，不然你会冷到感冒。我还大体的大衣是什么？是医院吗？我不要去，那个拉出来很可怕。老师，你现在这么快就要换大体，这样不好意思。对，讲清楚啊，什么什么大什么的。大衣嘛，我跟你讲，现在赶快去换装，不然等一下你就冷到要命哦。感冒是不是？对啊。我会感冒。会。我会感冒。还那个还早的嘞。快走啦。虾米，我刚才感冒，在这样热到会烧鞋的八月天里，冷到感冒还真是一种奢侈呢。不过米可牌说的没错，今天要带大家去体验一下经过精心设计的史上最强消暑计划，照着我们的玩法给他玩一整天，保证啊再热的天气都不用怕啦。你看看这冰雪天地的零下游乐园，不然能够让你暑气全消，更是让人怎么玩都玩不过瘾呢。接着来到5个帅哥合伙开的果汁店，新鲜冰凉的好滋味，喝了体温马上给它降好几度嘞。还有被誉为5星级冰品的天然创意冰品，大口大口吃也没有负担。最后还有美国来的超新鲜沙拉店，口味霸霸款啊，想要吃哪一种任你选。最消暑的行程，最清凉的滋味，都在今天的好运假套头哦。消暑行程第一站，我们来到位在南港、温度保证零下的极冻游乐园。过了这个门，就进入冰雪的世界啦。所以说，一定要换上厚厚的大衣，阿伯吼，真正是寒到肩冻哦。来，极冻游乐场，哇塞！等一下啦，请问一下，你有滑梯卡？外面38，里面-18，海外的叫阿爸。刮个叫阿爸呢，哎呦！各式各样的设施让童心未泯的詹老师跟米可白急着去体验。第一个要玩的就是冰块打造的溜滑梯哦。3、2、1，来喽！对，大概是20年前吧。哇，你好厉害，都不能套话。40年前的回忆，对对对。而且它这边有非常多那种滑梯，这个是比较小朋友的，还有比较高的哦。对对对。等一下，我们可以去尝试一下。啊，像你尝试，你们以为是主持节目有那么简单哟？看一下这里最小朋友的，他们也都是在尝试呢。身为曾经的葡萄姐姐，以及新出道的风水哥哥，你们一定要来点不一样的嘛。还好乐园超贴心，请来了重量级的关主，一连串的极冻 PK 赛就等你们来挑战啦！你是那个兔女郎吗？兔男郎，兔男郎。好了，第一关是什么游戏呢？第一关就是冰上运动场。哎，小莲啊，什么？小莲在干嘛？小莲不是要竞选了吗？我来陪你啊，抓到梦了，好像某某人了。对啊，没有，他今天要帮我当关主那。游戏规则是什么？游戏规则就是你们哪一方先进五颗就是赢家。哦，赢的就是喝什么呢？奖品就是有热咖啡。哦，那谢谢，那我先喝好了。哎，不行不行，这是奖品。那这个呢？这个就是惩罚，要喝完冰可乐。把它弄冰一点。那朋友冰一点，拜托，我要直接放在冰箱里。我告诉你，今天就让老师喝冰汽水。
哎呀，真可怜了，可怜了，陈老师。我实在不想，我实在不想赢女生，好像欺负女孩子。可是既然是比赛，我就全力付出了，好不好？冲啊！我输的话，再送你一台 iPhone。你记住你现在说的话。我输的话，再送他一台 iPhone。你记住你说的话。可。我先发球，走！我今天一定会赢的。啊！准备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被秒杀。陈雅现在进去了，你。目前是第二球开球，目前1-0，可是如果错局的话会被扣分哦。哎呦！好。害我不敢出力了。哎，怎么？请问一下，哎，怎么会有自己拨进去的？我都不懂，可以了吗？可以了。蓝老师2-0领先。哦哟，好危险呐！对不对？他不，对不对？我没有欺负你吧？对不对？好乖哈！不要比了吧？哎，3-0，不要比了吧？哎，还要吗？还要吗？加油啊！1-1，3-1，老师，你可还有机会哦。为什么你每次都是这样进去？关注剩最后一球，那个饮料给他冰一点吧。我抓到，等一下，我抓到诀窍。真的吗？詹老师，关主怎么了？声音呢？当然是詹老师您呀！关主最公平了，小朋友也非常公平，非常可爱。我慢慢喝了哈。没关系，第一关后面还有几关，帮我打开一下，我手有点冻。不要强迫了，一次喝完就可以了。哦，救后哎！Oh my god！ 我讲关主啊，你的惩罚还真是恐怖呢，在零下的温度里面还要灌下快要结冰的可乐，实在是好狠心呢。米可白啊，米可白，今天你的耻辱哦，就是明天的动力啦，加油哈！下一关可不能再输喽。好了，赶快跟我们讲一下第二关是要玩什么呢？第二关就是你们拿着水杯从这里滑，水杯滑下去。水杯哪？水杯，这个水杯。水杯。哦。那下面有写说水剩最多的，那个人就会得到满满包一个。哦，输的人呢？输的人就会疯狂大放开。那如果选手耍诈呢？这看输就对了，对不对？你要给小朋友一个正确的运动加基础，对不对？关注，谢谢，答案就是这样子。很难讲，我们会整个动作重拍，跟刺足一样的。好，知道你们犯规的会慢动作来拍，好不好？我想问一下，最后关主，我们是不是以这个水杯的水多少来决定谁输谁赢 ？No， 还要参考一个犯规。没有，要先替关主是不是？是，莫照规则来说是看水的分量。如果没有犯规的话，好，开始比赛好不好？好。
里哦，他给我弄到这哦。没有。啊？那是你的，我整个要盖住哎，怎么可能？滴水不漏的滑下。来，到我们揭晓全局的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你刚刚。你怎么搞的你的？我不懂你。哎，你就直接复光吧。对，直接复光了啦。哎，刚刚米可白有作弊，把詹老师的水杯打翻了。整个慢动作看到他没有运动家的精神了。哎，所以这次我们真的是效果效果，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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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其实是为了做效果，他人很善良的，但处罚还是要有，好不好？可是詹老师先拿你的暖暖包。哦。好温暖哦，我就看俊逸啦！哎呀，馆主你真的是很公平的，谢谢。我的疯狂暴风选手啊，那米可白，你噔！哦，太好了，来了！小朋友运动的时候不能够太啊！哎哎哎！要一起喷吗？哦，什么意思？来，不要客气。OK， 来，准备出发。哇塞，关主，你是嫌米可白还不够冷吗？喷上这个冷冰冰的雪花，光是用看的吼，就让人想要发抖了呢。广告回来，詹老师啊，米可白的零下冰雪大 PK 将会越演越烈，千般不能专打哟。不行了，等一下！我第一次脱衣服到家脱那么急。不行了，不行！来，一天一次谈好了气气候类型啊，喂。鱼脸工业乐园里面的一切都有点残酷啦，其中也是让詹老师跟米可白发现了零度以下的小确幸，那就是暖暖的热咖啡啦。什么暖暖包还磨半天，这才是液态的暖暖包啊！哎呦，好窝心哦。好冷哦，但是喝了这个热咖啡，我整个人都温暖起来。起来，对不对？极冻乐园只有欢乐没有哭泣，知道吗？知道。但是我想我们喝完这个咖啡应该就可以走了吧，总算脱离关主的魔掌了，太棒了，太可怕了，哎呦，来我们为了这个欢乐敬一杯好不好，关主不在一切欢乐都在，这是最容易的剪刀石头布，然后呢还没有奖品，你看这什么品啊，再来来，输的人就脱掉你身上任何一件物品，那脱到什么时候啊，那脱到什么东西啊，脱到背包认输，那我们就上医院了，冷的要死，那你要剩几根那个腿毛而已啦，那怎么办，那这样好不好，既然来了也不能退缩，三次决胜负好不好，好不好？看谁输三次就算是败了，可以吗？好，好来，拿石头布。我刚刚这样输，现在这样输，脱一件对不对？不要死好了，好不好？再来，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天哪，怎么搞的？是不是带赛呀？哎，不行了，等一下。我第一次脱衣服，到家脱那么急。不行了，不行，我脱手，等下我脱手套，好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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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刀石头布，天哪，怎么会这样子？是不是卡到什么？你这个是，快点处罚，快点啊！哎，以成本的恐怖处罚是什么？什么东西？快点，快点，快点！来，哎，老师看这里。然后呢？请脱鞋脱袜，打刺经济独立十秒。哎！你这老公弄得好，怎么来？好，这样十秒。等一下，是啊，等一下。老师，买了个东西给你哦。哦。哎，这个人说，哎，这个人说好了，你
满满的那个热水壶，对不对？然后棒子，啊，棒子，哎，哇塞，都放冰块啊，哎，你雪上加霜啊，你这个怎么这样子啊？你这个变态的怪叔叔啊，你啊，来十秒来。詹老师啊，你的龙体还挺得住吗？经过这十秒钟的处罚，全世界的观众都知道了，你真的是条汉子啦！想必大家现在都在目瞪口呆当中吧？哦，累死了，我觉得应该够了，差不多了嘛，哎，体力不是，老师，我怎么说？哎，对，哎，你在干嘛？怎么？怪怪的，怪叔叔好像。你这样我过去。怎么了？那么扯才到，我生气了啦！生气啊！气到长胡子，老了20岁了，你看到没有？那就是刚刚那个关主吗？哦，我看一下。啊，对呀。来到我们的好运小学堂。对。然后我们会要给你30秒。30秒啊！然后你们抽一个题目要答，过五关好不好？好。我们过我们走，我们没有过你成功。好，好不好？坐下。好，大家听着，小朋友来，来第一题，第一题来，第一题。怎么样？来，谈好了气候类型啊。喂，不谈话。不可能是地中海，也不可能是草原。沙漠 C。错。我还没确定呢。还没确定。地中海。地中海。确定吗？确定。B。B。答案是。那个唐代古文运动主要的主唱者是 C 太简单了，台语跟柳宗元，这我读过，你确定吗？确定，我确定，你确定而已，我确定的。我们后面的人都说 C， 这个我考试考过，答对，一下嘿。下列词句，佛摩萨，佛摩卡哇伊阿沙里沙那，佛摩萨，哎，佛摩萨是葡萄牙的，台湾的别称。哎，确定，哎，确定，三答对了，嘿，三冠啦，三冠，谢谢你们。关注失败加倍风雪吹，好不好？吹这个，吹这怪叔叔好不好？好。第四题啊，越来越难。小明由旅游资讯上看到法国的子弹列车最快的时速可达360公里一小时，此所指的是？哎呀妈，这个我答案是这个答错，我就马上离开这里。好，确定答案？哎，哎，哎 ，A 好 ，A 好 ，A。答对，嘿，最后一关了，好不好？就可以把怪叔叔的面具吹下来了，想不想？我们公平好不好？你们抽，抽一个，抽一个就好了。好，公平嘛，来，决定你的生命了，好不好？你的未来好不好？一个之前的选手在速度，选手在速度为20米，满加速度5秒。我算一下，来，你算一下，你算一下，快点吧，快算，19。18，不要急，16 15 C 来 C， 你说什么？就 C 对不对？对 C 吗？ C 确定 C， 恭喜你，谢谢我，谢谢你们，走。抓住！快点，帮我一下，快点压住！太精彩了！是公平的，是合理的。真正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啊！没想到在这最后的节骨眼，竟然是关主被反整啦！哈哈，蛮好啦，麦公大来源跑来这里玩哦，都是在欺负你们。下一段节目，我们要带大家继续体验好吃又好玩的消暑行程，千万不要转台哦！五哥。No！哎，客气，哎，该死！这个我们有新的名字叫 Online，So cool！ 哦 ，Everybody come here！Music！
so hot. My body is like fire, fire. No, the sun is very big. 你什么病啊？老师，你是刚刚去玩雪玩到跑开派去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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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一直讲英文，在讲什么英文嘛 ？English, you know? 我会啊。Let's talk English, English, okay? 我会讲英文啊。I live in America, 3 years older. My name is LA Boy. LA Boy. Come from California. 老师，你有没有搞错？你比较适合像魔咒 boy 吧？够，可以来一首那个。又回到原点了。我带你去一家餐厅，是 A B C 开的。A B C 开。American.Born Chinese， 无聊，我跟你讲，我们好多朋友都 A B C 啊，这个有什么好看的？不但是 A B C， 而且是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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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dsome A B C。Everybody have a beautiful body。哦，那你先拿着。And muscle 就是 muscle。哦，有。And face，OK OK, okay.。Face， 好，你先帮我拿着，我现在先进去，然后再进去。哎，马德德，哇哦，原来帅哥两个字对米可巴有拿。那么大的吸引力呀、啊，竟然能够瞬间忘记自己已经成为人妻的事实啦！希望你老公哦不要看到才好啦。不过说真的啦，这家店的老板们还真的是有很多粉丝的帅哥 A B C 哦。哇，人气好凉哦。Waiting for me, OK, please, OK。不好意思，不。哎，不，no， 哎，克制一下，不要 stand， 不要 stand， 我们台湾女孩子有了风度跟气质，要盯住。Calm down, calm down, please, calm down, please, calm down, OK。我很紧张。Guys, 不对的，该死，就是老兄的意思。嗨 guys， 你不是说今天有五位帅哥吗？对，那个 ABC 怎么就只有 Tell me, your name, anybody?I'm Robbie. Robbie, 还有五个了。Robbie one, Jason two, Adam, Adam three. 第四个就在美国，在美国现在不在。哦，啊那。第五个。This way, yes. 我很客气。American, American, hello, a boy.Yes. 有没有搞错啦？这是什么超展开的剧情？詹老师竟然也是老板之一哦，而且还有专属的紧身制服嘞！这，我真的是不敢相信我自己的眼睛啦！这是我兄弟开的，我兄弟开的，通通 everybody， 你们需要什么通通算。米可白的，没算你的，算我的，好了，我好口渴了，赶快来一杯。叫 Eric， 不要叫我 Teacher Dan， Eric， Please， 最好吃的就是，好，那他会知道怎么做。你会做，那可不可以教我们呢 ？Teach me， Yeah， Of course， Okay， Teach me please， Okay， Alright， First one is the PBJ 花生酱。花生锅酱三明治，对，花生酱非常好吃的，香香的花生酱。三明治哦，三明治我以为三明治果。Sandwich drink， yeah， OK， Sandwich smoothie， OK， 好，赶快做一下动手啦。那你会讲中文？对，我是帮他翻译的。太好了。OK，no problem。一阵的鸡同鸭讲之下，詹老师真的要开始大展身手了啦。第一杯要做的可是店里人气最高的饮料哦，依序加上了花生酱、草莓雪贝、冷冻优格以及各种水果，就能够准备享用咯。啊，我是来。Ruby 是宝石，是女人的名称呢。啊，老师，我觉得这杯喝起来甜甜的，好像我跟他谈恋爱。哎，那个米可白的老公是，他在这里没事吗？没事，马上过来一下，就是刚刚打的那个花生酱，而且花生酱，你就突然想到那种早上每次妈妈会帮你煎那个花生吐司，好像回到以前小时候哎。这在加州就是我们小时候小朋友都每天都吃的，像这边都是吃拉面吗？对，在美国我跟沙拉斯丹就是一起共同喝这杯，真的，我是跟欧巴马一起喝这杯，对，那我跟钢铁人一起喝这杯，我看你跟钢什么人？你觉得喝起来怎么样呢？甜度恰到好处，它有的花生香都满足了，是冰的花生，冰花生酱那就不一样了。这是刚刚打的吗？你的也是，对，都是刚打的，对吧？不同口味，
什么味道？就是这个 California 的味道。那个现在喝的是覆盆子的。覆盆子感觉应该会比较酸一点吧？对对对，比较酸一点。就有的女生她不喜欢太甜的话，就可以选择这个比较酸。那它里面还有什么东西？覆盆子里面是有加覆盆子、蔓越莓，也有加 yogurt， 我们几乎全部的都是加新鲜的 yogurt。蔓越莓，女生最需要蔓越莓。哎，还有旁边你那杯是黄色的。哦，这个是我们的芒果的。芒果。Mango， yeah。不是完全芒果，还加别的东西哦。那这个没有像一般我们吃的那个芒果冰的味道这么重。它里面还有一个特别，就是台湾很好很好吃的水果，叫什么？凤梨。凤梨，对。Only。为什么你们的这个果汁都没有到很偏酸？因为像优格的话，它比较酸气。其实我们里面就是有加很多各式各样的东西，所以就是让整个味道都会有一种 balance。它其实用的水果都是冷冻的，但是其实冷冻的水果真的是比较好，因为它就是从一摘的时候没有加水，就急速冷冻，所以它可以保持它本身的那个水果的甜味，就是急冻嘛，对不对？我太棒了，都帮我解释。还有一个最后一个的，这个颜色有点乳白，这是我们里面可能就最像奶昔的。banana， 好，也是banana， 两个 banana， 还有两个很特别的。有蜂蜜，蜂蜜，然后杏仁，对嘛，类似那种核果之类的嘛，杏仁对不对？哦，这个好喝哦。哎，这个好特别哦，因为有时候那种你去夜市那个杏仁味好重哦。那如果你不敢吃杏仁的话，可以来这间点这一杯，因为这杏仁味刚刚好，它被那个其他的水果综合在一起平衡了之后，它的杏仁味没有那么重。还有另一杯哎，还有另外一杯是。还没有出来的 ，special 的很少的，就我们 special 的这个叫 please 凤梨，还是怎么讲英文？这个我们有新的名字叫 online so cool 哦 ，online so 这是一个梗吗？啊，不知道，我一直待在头上，有点累，终于可以带下来了呢。来，那你们先混一混哦，先混一混，来我让你混，来我让你来吧，不是那个戴墨镜，我也要戴墨镜了，就 mix it up a little， 还是有一点。凤梨酥的味道，凤梨酥，对，它刚上面那个是新鲜的凤梨酱吗？还是？对，然后里面有凤梨，然后还有一些确实有放凤梨酥，特别的，真的放凤梨酥，有放凤梨酥，有，感觉是像在喝凤梨酥，有放凤梨酥，有吃到那个凤梨酥的它的皮，然后它做的很碎，对不对？但是里面没有放凤梨酥，怎么可能？对，没有。可是怎么可能？凤梨酥的酥皮耶，真的 ，online so cool。我以为他的胡搞个放凤梨酥进去搅的，原来没有放，没有那个这个厉害了。这一个果子它没有打得很碎，对，所以你更可以吃到那个凤梨的它旁边那个外皮酥酥的。对啊，但是它有点就是应该是饼干吧，我在想它应该用饼干是不是？太棒了，这个厉害，这个我哎。这个厉害了，加这个厉害了，这绝招了，哎，真的绝招了。哦，好香。妈妈打任何的果汁有没有？或者奶昔加这个就厉害了，厉害了，这个厉害了，这个厉害了，这个好棒，让我感动到了。哎，老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跟他很搭，但是觉得你整个人很突兀，好像潘老师哦。潘老师？对啊。要是我走有氧舞蹈界的话，就没有你了，知道吧？为了证实我的实力 ，Everybody come here。Music, follow me, follow me, follow me, 跟我动，跟我动， follow me, 一下两下，一下两下，动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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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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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老师算什么？潘老师算什么？他也跟我学有氧舞蹈。潘洛迪，潘洛迪，我等你，我。哇，你嘞，詹老师啊，你竟然敢公开跟潘洛迪老师来下战帖，未免也太疯狂了吧！不过大家玩得开心就好啦。广告回来，还有更多保证吃的超级清凉的美食在等着你哟。芝麻是黑白，是连在一起的呢，黑白配，因为它是一个同心圆，坐在一个同心圆里面。那这个芝麻也是我自己烘焙自己炒。我希望帮自己的小孩把关，也帮大家的小朋友把关。太棒了！我觉得我在吃它的这个芋头冰，很像在吃整块的新鲜的芋头。它仔细看呢，其实有那个葡萄的颗粒。好热，热。水火相克啊，在这么热的夏天里面，只要靠水跟冰才能化解我的痛苦。对呀，哦，刚刚喝完。
完这个果汁，说真的，我还没办法使我的热气。真的、哦，我好想要吃一点不一样的东西。我好像那个吸血鬼一样，遇到那个热，整个就融化。很凶，你感觉很像一盘水。水呀、啊！哎、但是老师，你有没有跟我一样，现在有点口干舌燥？头昏眼花，你那个可能是身体虚的关系，有可能燥热。不是啊，我觉得是因为天气太热了啦。对，好，没有关系。既然开了口，你是我的妹子，对不对？哈，你开了口，对不对？你是我的妹子，你开了口，我带你去吃一个台北算是顶尖的极品中的极品 ，A 咖中的 A 咖，五星级的，就像我们两个的在演艺圈的地位。瞧你们两个得意成这副德性啊，大摇大摆的，我还真怕你们被老板给赶出来嘞。还好啊，被誉为五星级的这家冰店老板是位超级亲切的大哥啦。听他说，这里卖的冰全都是经过他本人非常严格的亲自把关哟。这个厉害。老板，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香蕉鲜奶芝麻冰。鲜奶芝麻。鲜奶一般不是都说牛奶？因为炼乳，因为它的成分我比较不确定。是是是。所以我在我店里是不太用炼乳，那是用鲜奶。所以这个绵绵冰的部分完全就是鲜奶抓出来。问题是，你看这个鲜奶跟芝麻是黑白，是连在一起的呢。黑白配，因为它是一个同心圆，坐在一个同心圆里面。那这个芝麻也是我自己烘焙自己炒。因为市售的芝麻粉我比较不用，因为我怕担心会有防腐剂或者芝麻糊精的问题。那因为我的店里的冰都不会太甜，因为我不希望太甜。那所以如果真的要吃很甜的话，我会附上这个。另外附上这个黑糖浆，黑糖浆，顺时钟三圈的对了，对因为一般还有生菌素的问题，因为我们常常看一些标示，就是可能检验生菌素几乎都不能够合格，那所以我在我店里的冰品，不管是串冰，不管是串冰冰砖，小到一个冰块，都是纯开水手工做的，哇。我希望帮自己的小孩把关，也帮大家的小朋友把关。太棒了！就是一个爱心跟父亲的爱，整个融入在大环境当中，对不对？干杯！哇，我这个气氛真的好，谢谢。这个是意大利气泡水哦，有一点甜甜的吧？对。一般气泡水没什么味道。因为我主要是我的希望是小朋友来吃，那小朋友气泡水有点苦苦的，小朋友比较不爱。那我加一点点的果汁原汁，那有一点点那个果汁的香气跟甜味，这样的话小朋友可能比较可以入喉。我怕小朋友觉得一个气泡水白白的太单调，那所以我想要加一点水果的冰块，然后让他觉得有一点色彩，比较吸引小朋友。对，最后啊，为什么要冰块里面夹水果？也就是告诉消费者，这个冰块呢是手工做的，是合乎卫生，是开水做的。那这样手工做的冰块比较卫生，太实在。对对对，其实有两个寓意的。谢谢谢谢。嗯。然后前面这个冰瓶是什么？这个其实叫福乐冰的原因，是因为希望你们来问，为什么它要叫福乐冰？其实呢。其实行销公司帮我取的，他们说希望吃了福气又快乐，那只是谐音。那为什么会福气又快乐？因为这个冰淇淋里面，除了是手工制是一定的，我们纯手工做，那里面是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物，就是一般冰淇淋我们常会用的乳化剂，难免会乳胶、色素、香精，在我这里是绝对没有的。我觉得我在吃它的这芋头冰，很像在吃整块的新鲜的芋头。因为我跟你讲，我好爱吃芋头，每天我都会吃藕冰。但你一吃那藕冰的时候，你会真的觉得好。那你一定要来吃我的那个芋泥红豆牛奶冰，这个桂圆冰对不对？对，桂圆冰。想起妈妈以前剥桂圆给我吃那个景，那一幕浮现在脑前，融入了整个回忆当中。我来吃一下桂圆。芋头，芋头。会不会觉得酒味很重？还好，因为其实我自己是不太敢吃桂圆的，有时候我那个像甜品，我都会把桂圆捞开，因为我会怕那个味道。这样还好吗？哦，不会很突兀哎。因为大概是有加酒的关系，对，把它的那个味道。而且可以吃到桂圆的一粒一粒的，一定要一定要，然后非常的香。这个芋头带有颗粒状，而且那种绵细的感觉有没有哈？哦，吃起来就是好像就是整颗芋头。加冰块没有加冰块，整个就解冻的感觉，你知道吗？这边也有一颗整颗芋头。哦，整颗芋头，哎呦呦呦呦呦！哎，像我们这种外省佬，哇，我最喜欢吃这个了。那是我留到最后要吃的。啊，我们赶快再来一锅，再来一盘葡萄雪沙。葡萄雪沙。
那都是全纯水果做的。那这里面是有两种葡萄，那一个是地球红，就是美国那种不用剥皮的，就让它取它的甜度。对。那我希望比较自然的甜，所以希望甜一点的葡萄，我们在做的时候制作的时候糖分就可以加少一点。我完全听懂，可不可以请我动手了？慢用，不敢动手。他介绍一下我们国内信义乡的巨峰葡萄，取它的香气。谢谢大哥。它两种融在一起。国内大村的吗？信义乡，我现在不太了解。我信义乡的那个巨峰，对。他仔细看啊，其实有那个葡萄的颗粒状，皮也有。哎，但真的就像老师刚刚那个老板讲的，它是有点碎冰。对，不要。它这种甜哦，是很自然的甜，没有那种糖精的甜或刻意制造出来的甜。夏天至少一个礼拜来一次，见见老朋友，吃吃好的冰，亲子和乐融融，太好了。大哥，谢谢。哇塞，谢谢。我们还要准备下一站，好不好？好，站。谢谢。五星级的美味冰品，不止滋味一级棒，纯天然的用料更让人能够放心的大口吃。想要凉快一下，同时兼顾身体健康，来这里吃冰就对啦。广告回来还要带大家去品尝来自美国的超多种类沙拉霸，同时还有詹老师为大家测测健康运哦。你看到的是一个菜谱、菜单、食谱，我看到的是仿佛寺庙的一个签的图腾的意思。我这是五星级沙拉，我这个是美式沙拉，美式沙拉对不对？你看它这个苹果片好多哦，它苹果片下面是这个火鸡肉。哎呦，怎么了？又被他吃冰了吧？差不多了吧？哎，我跟你讲，这个是健康的，养生的。这是什么散？要炖什么排骨之类的吗？什么要炖排骨？什么要散土脱鱼？对呀，对不对啊？搞这个。不是啦，我跟你讲，就是这一家哦，不是你想象中的什么冰淇淋或者是什么豆花，这一家是这个美式餐厅，又是 America， 又是跟我讲 American， 又是 ABC 之类的喽。沙拉吧，可是这边的蔬菜水果太多了，所以我在想，不如我就跟老板点一个五星级蔬菜好了。哎，这很多菜我们都看不懂哎，刚才来个招牌好不好？你觉得怎么样？招牌，哎，好啊，好不好？招牌好了好不好？每天都这样乱点，就出洋相。哎，老板，我们想来一个招牌沙拉。看这家店里哦，琳琅满目的食材通通都是可以自由搭配的哦，所以有特别挑食的同学来到这里不用怕，因为沙拉都是客制化的啦。不过如果你跟他们两个一样懒，那就直接点一份搭配好的招牌口味吧。而在等待沙拉制作的同时，詹老师也要来帮大家测测健康运哦。哎，老师，你这么会测字啊，测这个财运啊，测这个爱情运，这里有18道，你18道都能测吗？你要知道，老师在易经界、风水界跟开运的世界里头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因为整个融入其中，几乎看山不是山，看海不是海。你看到的是一个菜谱、菜单、食谱，我看到的是仿佛寺庙的一个签的图腾的意思。是这样，所以我今天任选你都可以测。不要说你了，谁来都是一样。既然詹老师都说了让大家随便挑随便选，那我们就来测测今天的健康运吧。赶快从和风沙拉、炸豆丸沙拉、加州沙拉以及波斯卡式沙拉当中任凭直觉选其中一种，詹老师马上就为大家揭晓你的身体运势哦。我选炸豆丸。炸豆丸选和风的最健康，因为在马年马有一个窝为口，然后这风是不是有个窝？又加叫马有两个窝，风中带一个虫，虫就是蛇的意思，蛇跟马跟羊三会，所以即使有旧疾复燃也能够康复，而身体是健康硬朗的，非常好的一个健康卦。选炸豆丸，不得了，光是这个炸代表火，马为火，火火相生，豆中带一个口，马又有窝住了，丸代表圆满的意思，对，代表圆满的意思，也能够顺应我们所说的这个跟火马是加分的，这个也是属于上上之签，两个都属于健康的，这个是属于
旧疾复燃也能够否极泰来。对，这是属于一路健康、强壮、强盛的。这个问题大了，问题大了，好不好？这个叫家中带一把刀，虽然有窝，有窝可住，但是有点小外伤，痔疮啦，啊，或者是这个盲肠啦，或者是这个蛀牙啦，啊，诸如此类的。粥有没有？粥是不是带水？水。那马是属火，水土不服，水火克，饮食注意，肠胃要注意。好，这个托西卡士沙拉，这是中间卦，因为这个丝带一个戈，叫做马看刀的意思。托带一个手，马哪里有手？马只有脚而已，叫做越帮越忙。而这整个来看的话，这个卡叫上上下下，坎坷不安的意思。这个卦代表它不是旧疾复燃，是突如其来自己有莫名的小毛病的产生。哎呦，所以这里头最好的卦是一跟二，也代表四跟五号。最惨的呢，就是我们说的六跟七，也就是照顺序来看三跟四，出了不好的不要担心啊，哦，但是代表说我们要有身体疾病要赶快去医，对，有一种危险的一些游乐设施呢不要参与，那么就得保持健康，那饮食啦、睡眠更要注意。老师说的话大家可要认真听嘿，毕竟健康还是最重要的，而保养身体的第一步就是从饮食的均衡做起。这里的沙拉食材种类多到数不完呢。想要补充哪一种营养都是没问题的。哇，这么大一盘，你以为是野生动物园呢？给的牛草吃的，牛羊吃的。我这是五星级沙拉。我这个是美式沙拉。美式沙拉对不对？你先来看一下你这个。东西很多，我是很谨慎的。五星级的沙拉，顾名思义就是店里头最豪华的一款沙拉啦。结合了烤芦笋、烤培根、樱桃干、嫩菠菜以及各种绿色时蔬。搭配了美味的炭烤牛排，并且点缀上山羊乳酪，再融入你一定没吃过的焦糖洋葱油醋酱，那么特殊的口味吃起来到底是什么滋味呢？就让詹老师跟米可白来告诉大家吧。它的牛肉很大块哎，哦，块状的哦，难得可以吃到这种生菜沙拉这么好吃，一般我们都是看到都是和风酱，但因为它是这边的独特酱汁，对，但因为它有可能是为了要符合台湾人的口味，所以它的那个酱汁是比较重口味的。嗯，哦，芦笋好脆啊，怎么那么脆啊？接下来我这个是美式沙拉哦。米可白点的美式沙拉名字听起来最普通，不过却是店里头人气的 number one 呢。在高达八种食材的搭配之下，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一份现切的新鲜洛梨啦。它搭配的酱汁很不一样，是罗曼叶配法式芥末油醋酱。哦，这个酱味道真整个。哎，这是我的哎，有没有搞错？反射动作就差点吃起来了。我觉得这道跟这道不一样的地方是完全不一样。它的生菜比较脆，比较甜。嗯，味道比较重。嗯，起司味道比较多，对，然后它的起司是好大一块的，火鸡胸肉也很好吃耶，它有点 Q 弹，火鸡对不对？嗯，吃行不行啊？对，学火鸡叫，有到位，你不骗我，哎，不理我。进口的对不对？说真的，在外面那个打个洛梨汁，他都给我两片而已，其他都加水。洛梨汁，不要说我对你不好。Hello。还有搭配洛梨汁，我超爱吃洛梨的。做哥哥不会亏待你的。我现在吃这个。它洛梨好香哦。嗯。因为听说老板他是选用进口的洛梨，因为这边还有很多这个外国人。对。所以才来到这边他的美式餐厅。故乡味道。对，有故乡的味道。很像回到自己的家乡，哎，好吃哎！吃这个不太会饱，对不对？我现在吃点饱的东西，对不对？饱的，这个。帮你点的，我来看一下这个。厉害了！火鸡巧达起司，你看，你看它这个苹果片，好多哦。它苹果片下面是这个火鸡肉，重要的是这种面包比较少看到。哦，怎么了？温温热热的，嗯，因为它面包是现烤的，所以它生菜就不会让觉得太冰一点，冰也脆脆的哦，里面的水果香也溢出来了，嗯，哇，老师刚刚有介绍这个是蓝莓石榴酱，你看它颜色好漂亮，紫红色，酸酸甜甜的，嗯，而且跟它的这个
生菜啊，跟这个火鸡肉还有苹果搭配，真是一绝。不止沙拉和轻食让人食欲大开，这里的饮料也相当适合在夏天里头享受哟。看这杯草莓 cheese 蛋糕冰沙，香甜浓郁的好滋味，让詹老师立马外带了一杯回家去孝敬女儿。而米可白点的薄荷洛梨更是冰凉清爽，喝了通体舒畅呢。除了创意之外，还有用心，还有材料的选择，更是啊，无微不至。老板，你赢了，我们输给你了，知道吧？你太棒了，老板。今天真的是哦，我们从北极到赤道，从赤道又吃到中原，从中原又吃到盆地，从盆地又吃到了这个山地。山地，而且还教大家舞蹈。对，但今天真的潘老师上身了，而且我们家今天一整天呢、啊，有这个清爽的这个冰品啦，包括很多的冷饮啦。啊，还有我们说的这个，对不对？刨冰，还有雪花冰。哇塞，在这个夏天里头，快入秋的前之前，有没有给大家带来透心凉的感觉？健康，可是这个生菜沙拉怎么那么好吃啊？哎，继续啃吧。好。